多漂亮，河口啊，都骑着这个。我们有些车报道也说，最近知道希望多骑，因为地不高。这段时间呢，那个民工率开始有所下滑。刚这段时间民工率太高了。对。还有三分球。新疆这边打外线没有得手。出手漂亮，都踢了三分球，漂亮。这些人就不愿意在这儿打，因为工资啊各方面可能限制比较大。但是博洛克持球的最后一次进攻，哎呦，这球打得非常困难，但是刘伟还拿到哦球，哲别的投篮哦，这是。非常快，球一个过去了，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，对，哦，好球，王磊的，王磊，哇，这边走，打开时间了，只有六分钟了，投篮，想想好了，现在就看看现在能不能利用好现在的机会，36分钟，而且呢，后来也打到了首发的位置上。现在到新疆之后呢，因为球队人还是太多，对，是吧？他的位置就不能保证了。虽然一场也有29分的，差不多29分钟的上场时间，但是就是。之后，我们看已经知道说，从亚锦赛之后，他的进步很明显，对。而他的选秀顺位却一直在往下掉，嗯，我想这最主要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他的想法，万一现在是刘洛克一个人在场上，攻杀入到了对方的内墙，扮演了非常好的发动机的角色。哦呦，哇，确实是很惊人。哎呦，这一投还是没有中，终于出现了远投不中的情况。也是一个高难度的上篮。又是外线的三分，可能说我半天没。哦，我天，朱熹这球太漂亮了，是吧？没问题，他是有开火权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又没有绝对的这种拉开，让周琦来打，就像刚才他提到三分线里，让周琦打鱼灯，啊，这是有对位上的优势。哎呦，面罩掉，调整了一下面罩。哇，来切，好球，这假动作漂亮，这下假动作一下晃开两个人。没有中，重新抢到篮板，被西院断掉。漂亮的背后传球，来了一个扣篮，好球！下来的身子，这是外线。今天辽宁队三分球除了外的第一个以外，漂亮！哇，里边进球了，好球！这是刘伟的传球，啊，这个袜子确实有威胁啊！这是第一线里运了球了，不好，已经非常卖力的回去追罚。双方这招。哎呦，这边又是一个失误，还是李杰，李杰力问题不大了，默契，嗯，哎，新疆没有把拿高分作为目标，只是说锻炼人是有的。哎呦，老师
说实话也已经是一个有底蕴的豪门球队了。没这么说啊，甭管你有些人认为他是好球。哎